OK 啊，进来有的人啊，OK，我就去先看什么问题啊，OK，红色的先啊，我们做 boy 先，红色的先，你可以 type 给我一下吗？你的这一个的答案，3y 等于2x 减一哦，它是零什么？还有什么零啊？两个点啊，我讲了两个点，就是你 type 给我这样啊，它的 coordinate 啊，然后这个是什么？逗号零，我要这两个点，type 给我一下这一个。有答案的，他给我一下。看嘛，我们现在是拿 x 等于零找 y。3y 等于 2x 减一了哈。OK，其他人呢？来，大家说乘零那个就不用管它了，因为它等于零了。啊，要找 y 减一除三哦，这个啊，所以你的答案。对了，应该是零，逗号减三分一啊，这一个有点太小了哈，零逗号减三分一，看到吗？第二个点，那 y 等于零，来这里啊，找回 x，看到我空着的地方吗？找回 x，刚才我觉得可能是我没有写这个，然后你问我在做梦了，对不对？我写清楚一点啊，当你熟了，你不用这样写，不要紧。OK，说、so、y 等于零啊，说、so、这个位置呢，你看就是这个来的、啊、，y 写成零了，括弧啊，2x 减一，说、so、这个是零了，那三乘零就是零了，减一搬过去加一，啊，这个乘二搬过去除二，对不对呀、啊？所以你的 x 是二分一啊，x 要填前面，你看到吗？两个点出来了，这个有问题吗？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嘛？我要你学的现在还是在这一个这个东西啊，我还没有叫你画哦，还没有叫你画这个线啊。我们先搞定会了先，两个点搞定了，这个是其实这两个点呢，我们是称它们为冰搭讪 x、冰搭讪 y、y intercept 还有 x intercept 来的。其实，OK，如果你知道是什么概意思的话，这一个啊，x 这一个找到的哈，这里啊是x 零。y 是减三分一，对不对？y 有号吗？这个是 y intercept 来的嘞，其实就是个在 y 线上的点，马来文叫 bintang y。然后这个你看啊，它的 x 是二分一，对不对？它的 y 是零哦。这一个点其实是这一条线的 x intercept 来的嘞。哦，它叫 bintang x。就是讲哦，这个是那个线啊，各在 x 线上的那个点来的。如果我们要画的话，现在还没有画啊。如果我们要画的话，零减三哦，就是 x 零，y 是减三哦。y 有号码就写在 y 那边啊，sorry，减三分一啊。这个是 x 有号码就画在 x 那边，x 是二分一啊，二分一就在右边哦。啊，你的线就出来了，看到哦。反正这个画比较容易，是这个概念你要抓到先，抓到了其实它真的很简单的。OK，不要画线啦，等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对照一下这个蓝色的这一题的蓝色的那一个啊，OK，说、so, 其实那两个点呢，我们画成这个表只是比较容易看吧。如果你觉得不容易看，等不要紧，不要这个表，不要这个表不要紧，你就这样写在下面，x 是零，y 是减三分一，这个是 x 是二分一，y 是零。如果你觉得表比较容易，你可以用表。两个都可以，没有人管你的这个。OK，接着啊，我们做这个蓝色啊，说蓝色是这里啊。OK，先做 x 等于零找 y，上面这一排先有答案了的哦，type 给我啊。这个啊，说零逗号什么，你可以 type 给我。OK，x 零啊，在 x 的位置要写零。啊，哇，这个直接哦，二乘零零加三写回来就可以了，y 是。三，我们对照一下。诶，你开到一个刮胡啊 ？Yes，NDLK 嘛，有答案嘛？所以这一个点叫零逗号三，这个是它的 coordinate。我们现在找第二个啊，OK，承认什么逗号零啊？这一个是 OK。我们看，诶，怎么这样多个号码的哈、啊？等同，哦，那是分数啊，哦，OK，可能是分数哦，来呀、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找的是第二个哦，sorry，这个我没有写到，这个是 x 等于零的时候，现在是做 y 等于零的时候，第二排看到吗？
y 等于0的时候，找 x 哦，现在是啊，所以用回这个 y 写成0， 2x 加3，所以我要搬哦，加3搬过去减3，乘2搬过去除2啊，有没有倒转呢、啊、？OK， 算错了啦，不要紧，你要看看什么哪里错，去研究一下自己的错在哪里先，不要紧。这样啊 ，OK 啊，减三和二，哎，对了啊啊，有时是这样的，它可以是分数，可以是 negative 分数，也有可能。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再画线，看一下，如果我们再画线啊，我借用这里的位置啊，它是03会画吗？03在哪里啊？我们要画两个线啊， 03还有啊，减三和二零啊，减三和二零，画有号码的那个，这个是前面是 x， 后面是 y， 对不对？来。第一个是 03， y 是3，在 y3 的地方，就这样。这个是 x 来的，对不对？前面 x 是 negative 哦，在左手边，不用管它在哪里。现在它有给到我们格子，我们要管啦。不过，所以我不要讲前那个，所以大概是在这边哦，你的线就出来了咯，看到吗？所以要画线，一定要两个点，这就是那两个点啦。对呀啊。OK 啊，不要画线，不要管它，我要做完这个线。今天有没有画到不要紧线 ？OK 啊，你们帮我记一下，这个是什么什么？我没有记起来。我其实我也没有在看它答案，我手上没有答案啊，你可以记起来先啊，还没有抄完跟我讲啊。因为等下我们要画。OK，next、okay, 到这个了啦。OK， 再 try 啊。所以第一个点是 x 是零。要找 y 上面这个啊，这个点啊 ，OK， so x 零用这个红色这个啊 ，y 等于啊有答案的太给我啊 ，so x 的位置挂弧写零，喂，这个也是很简单啊 ，OK， 很好，二分之一乘零就是零了，心意 OK 吗？减二写回来出来了咯，减二，你第一个点就是零减二。嗯，很好，佳琪 ，OK 啊。第二个点啊 ，y 是零，现在我们做这一个 ，y 是零，找回 x，y 是零，找回 x， 所以用这一句啦 ，y 写成零。啊，这个我帮你们收嘛，减二搬过来加二，二分一搬过去，你要怎样啊？OK， 我跟你讲啊，乘二分一哦，相反的东西啦。当然，你可以写成除二分一，但是不需要，很麻烦。因为啊，等下它的相反的东西是除二分一，对，乘变成除嘛。但是除二分一哦，你又要倒转回来变回乘，因为没有的除分数，对不对？你要倒转回来哦，变成乘了，倒转回来写，对吗？下面的分子又不用了的哦。如果你已经熟悉了啊。什么是乘二分一啊？你搬过去，你可以直接写乘二的，哦，因为乘二分一是 cut 一半，倒转的东西反而就是乘二，哎，加两倍啊，你看到吗？如果你不明白我讲什么，你就写除二分一再搬回来啊。你明白的话，你可以直接这样了啊 ，OK？ 等下减二搬过来加二，现在乘二分一搬过去直接乘二，啊，因为乘二分一其实是除二来的嘛。说、so, X 啊，做到了224来的哦 ，Yes， 所以这个点呢是四都号零 ，OK， 我再讲一下，如果我们画啊，就是大概在这边啦，零减二在哪里呢？是 Y 有减二，对不对？说、so, 画在 Y negative 的地方，四都号零在哪里呢？是 X 四来的哦。所、so, 以它你要画在 x 4的地方 ，x 4在右边，这就是你的线了。OK， 我画的不准啊，但是你考试你要拿尺对准准哦，就是这样哦，明白啊 ？OK， 也是一样，不用画线。蓝色来，我们看这个啊，最后了啊，我们做这个点先，零什么啊？有答案的可以退给我，零什么？说2y。哎，不，应该要写我要讲啊
我们拿 x 等于零找 y 先，第一个东西啊，二 y 等于五减二 x 写成零啊，说五减零就是五咯，可以哦，对，然后乘二搬过来除二咯 ，OK， 可以了，放住。写这边呢，五和二有点小啊哈。第二个 ，y 等于零，找回 x， 看到吗？这边哦，这个就是 y 要写成零，不过 x 有号码的。OK， 所以拿这个 formula 啊，二 y 是零，然后五减二 x， 然后搬，说这里是零了啦，啊，减二 x 搬过来啦，给它变回。加 2x 啊比较容易，诶一样哦，5和2哦，没有 negative 哦，我算到哈，对吗？对了，很好。 OK， 这个线呢其实没有错啊，有时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画一个 x 一个 y 对不对，所以0 5和2 y 是5和2在上面哦，五和二还有零呢 ，x 五和二在右边哦，看到吗？一样的，这是我们的线哦 ，OK。然后你这样画了，然后中间写回零啊，这种啊，然后中间写回零啊，至少你要会画这个线先啊。OK， 其实现在还要我们做的东西啊，叫交叉点 ，detect persilangan 这三题呢。重点在这边 ，detect persilangan 啊，交叉点 ，point of intersection， 它叫我们找回交叉点在哪里 ？OK， 反正我的这个号码数据还在，我就借用这个第三题的图片。哦，我画在左手边了哈，应该是一样的。这个你如果有 graph， 你就画 graph paper； 没有的话呢，不要紧先。OK， 如果你有 graph paper， 你可以画；如果没有的话，是有一点点难啊，你有印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会有一点点难，可以的话你会画在 graph paper 比较好，因为印出来它应该是深浅 不一致的，有一点模糊的，是不是？ OK， 现在呢我要根据这四个点来画啊，首先啊，当然我画我的 graph 先，有 0-240 啊，我看0-2 是哪里啊， y 在减2，它有用到下面还有用到右上角。OK， 这一个表、哦、我会这样画、啊、我大概阿嘎一下，因为它没有讲要几多，哎，不可以，应该是大概这边嘛，五分五和二啊，这比较难一点点，因为它有，它需要我们自己去想，自己去算。嗯，我会做这样，你知道怎么画这样边吗？哈，因为我已经阿嘎到了哦，右左手边没有什么用到。OK， 我画第一个红色的先啊，大家零减二在哪里呢？说、so, x 是零 ，y 是减二。哎，等一下啊，五二。OK， 可能我要降了，降是减二，减四啊，我看我用回黑色先。OK， 我应该用2468这个。testing 啊，有时是 testing 的，所以你考试你要用铅笔一下这个啊，应该可以了哈、哦，这个应该没有用到。OK， 这样的话，这个 x 看一下啊，它 x 最大是4哈、哦，还有5和2其实是 2.5 来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这样啊，2 4 OK 啊，其实有多的位置了，这个会有多的位置。OK， 所以我就先画红色啊，来零减二 ，x 是零 ，y 是减二，这边呢、啊？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是40 x 4 y 40，看到吗？然后接起来我的红色线啊，其实这个可以的话呢，你要接长一点啊，只是因为现在我是没有尺的，我这个是有一点点难啊、我一定有一个头在这边啊，可以的话接长点啊，这个也是拉长它拉到完最好。 OK， 第二个蓝色我换卡了，这样很容易看，其实 online 有 online 的好、啊、不过我看到你在做什么、啊、我们要画零五和二，你知道五和二是 2.5 哦 ，OK 啊，不然的话你用 calculator 帮你，零五和二在
x 是零 ，y 是五 per 二，就是二点五，在这边啊，因为这里是三嘛，是不是？二跟三的中间。OK， 其实还可以放大了这个表，然后五 per 二零 ，x 是五 per 二，就是这边啊，y 是零 ，OK， 现在可以加长那个线了。如果你完全没有 graph paper 什么的话，不要紧先、啊、你停停先，你准备一下 graph paper， 我们下一堂课用。OK， 还要我们找他们这两条线的交叉点，你现在看到在哪里吗？其实它应该会准准的，在这边。有吗？交叉点啊，在这边。OK， 我找一个最接近的啦哈。OK， 交叉点怎么找啊？这一题啊 ，C 的交叉点啊，一样咯，交叉点就是 coordinate 来的，先写 x， 然后写 y， 看到它 x 是多少吗？这样 ，Dite persilangan 啊，这一题的答案啊，最终答案 persilangan 可以写 intersection point， 英文啊 ，intersection point。它的 x 呢是二和四之间哦，三。它的 y 是哪里？零到减一的中间吧，哦，减零点五来的，或者是减二分一，减零点五或减二分一啊，因为这里是减一啊，你知道哦。它的 y 是不是零跟减一的中间？这是它的 intersection point。其实我这个表还可以再放大、哦、我如果我放大一点会更清楚，只是我画到是一格我用二啦，如果我一格用一都可以了，其实明白吗？你可以大概、哦、如果没有 graph paper 的人啊，你大概画出来阿嘎阿嘎、哦、可能我们会找不到那个 intersection point， 不过不要紧，我们还在学习怎么样画线嘛，对不对啊，画一下，说 A 跟 B， 你可以准备一下 graph paper 试一下画。哎呦，画一下。二姨，哎呀，画一下啊，这个是 C 来的、啊、，C 来的。我借用 B 的位置罢了。看啊，我可以擦掉啊。你有这两个，你就可以画出来了的。你还是要试一下画出来，你拍照给我看啊 ，OK？ 就是 sketch 的。OK， 这个也是啊，我再大概讲一下，你刚才找到的两个点呢，这一个是第一条线哦，它的 x 跟 y 是什么了啊？你找到两个点，x 是零的时候 ，y 是减一 ，y 是零的时候 ，x 是一 per 二，对吗 ？y 是零 ，OK， 所以用这个来画，然后蓝色。OK， x 是零的时候 ，y 是三 ，y 是零的时候，喂 ，y 是有 x 也是三，对不对？减 x 搬过来加 x 三 ，OK， 对哦 ，OK， 所以你用这个来画啊，你看我放大一点点，哇，太大。0303只有 y 用到减一吧，这个我们可以放大一点点了、啊，大概了哈，我给你大概那个表。嗯，我们可以用这样，其实到三 ，x 用到三 ，y 也是用到三，不要用这边，可以用这边啊，都可以了，还会动到一点边边的。
一二三，一二三，OK。X Y，我知道一开始呢，你会觉得诶有点复杂，到底那个 graph 要画中间一点呢，还是旁边一点呢？不用担心的，你可以画中间一点，一开始不会都是画中间一点，然后你用铅笔的嘛，你慢慢再调，OK。所以我们画第一个零减一啊，所以 x 零 y 是减一，其实在下面呢、啊，这一个画到在下面减一，我想要画一格一的给你看，所以一二三，好，一二三，所以零减一呢是在这边，第二个二分一零 x 二分一啊，y 是零这边，哇，这个线够小啊，对吗？我用错吗？没有哦。把它接起来，你不用现在赶着画完啊！我是给你一个概念，这样你比较容易画啊，你过后再画，因为来不及了的。你大概看一看，你可以 screenshot 啦。你要画几长都可以，最好画完它啦。OK，蓝色零三三零，0330, 基本上就这两条咯。看到哦，零三三零，接起来。交叉点，这一个题目要我们找的是它的交叉点。给啊，说它的 x 是1.4啦哈，可以用小数点的，y 是1.6，看到吗？啊，就大概这样，OK？给啊，你可以 screenshot 一下，这个你来不及画，不用紧，screenshot 一下，拍个照还是怎么样？你自己 try 画啊。下一堂课我跟你讨论一下那个 B 讲话，然后我们就进行得了。可以的话，你画在 graph paper 上，OK？好了的话，你可以先退出来玩啊。有难嘛？应该是还好吧，只是画比较吃时间罢了。我关了啊，承认，拜。你可以 screenshot 一下。